包厢就要7000块的人民币，他这样子花钱如水啊。没有，是你自己说一定要去。上海女孩子哈都很厉害。没有，这个红毯你是花钱去做的，还是自己的？还是叔叔要摸摸看。怎么吐槽上海经济差，逃不回百万敬酒抢妹上酒店撒钱。哎呦，你穿的超干，的味道不好闻。你看你穿的东西还在这边，他跑掉了，跑掉一半，跑掉变成那个什么大嘴鸡。这个刀到底是要你看吗？那他还没走。不要走。你好像还没打我，你看的嘛，来，奶到底叫六块，奶小小的啦，奶小小的啦，这里这营养不良，你看看。陈爸日前飞上海探望强妹林家珍，除了发现新女友奶小小的，也关心她的经济状况。酒店的你借他很多钱？没有，他自己给的。我屁！奶现在欠你多少？你跟我爸爸讲实话。没有。要不然你100万还到哪去？没有。看一下哦，等下回到酒店，我要去投借我朋友们。这100万投入大海就算了，强爸还想贡献上海经济，那就是带女儿这么丢咖，心情还先跟强强报备。我搭一个计程车的司机啊，跟我讲现在上海经济很差，大家赚不到钱，妹妹一样。你知道这边酒店很贵耶，什么包厢就要7000块的人民币，这种钱他都花得下去哦。他给他2000块的定金了啦，他这样子花钱如水啦。没有，是你自己说一定要去，我还问你会确定吗？他说对，一定要去，自己说的啊。因为爸爸不知道这么贵啊。好，那你自己不会先说。我跟你爸爸付得起，没关系，我去看看究竟如何。你要去酒店，赶快滚动都买回去了。好，点两个啦，点两个。我们花钱得经验，好不好？爸爸不是喜欢到那个地方，你也知道的。在大陆。看过这个人吗？乔乔是吗？是啊，你也知道强强啊？知道啊，因为会看他起来啊。我是他爸爸。上海女孩子哈都很厉害。没有，这个红毯你是花钱去做的，还是自己的？自己的。还是叔叔要摸摸看。可以摸。我们不要摸。可以啦。拉账单买单。账单来，2个800，2个现金，1800。他这个就是阿斗带来的，你叫我花这种钱哦，打死我都不会。